好吗？很漂亮。要么走路就从这边走下来，这个是单行道，只能下不能上。来，你们新疆花团的朋友往前面走了，欢迎你们到四川旅游观光哈。各位朋友，你们不用着急，这个船马上在喀瓦罗山道河面前停下来了，往前面走了。有这个船马上在喀瓦罗山道河面前停下来哈。如果停下的时候呢，你们需要配一张保险的大头全马哈。